当看到一些明星的肌肤很漂亮时，您是否感到很羡慕？我们会质疑到底他用了什么护肤品，还是打什么针？其实，肌肤保养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您需要拥有正确的观念。肌肤是人体器官之中最早退化的，在您25岁最美的时候，它就开始退化了。当您的脸上出现抬头纹、鱼尾纹、黑眼圈、眼袋、肤色不均匀、法令纹、松弛或双下巴的时候，肌肤已经进入了退化的严重期。肌肤老化其实是机能老化。什么是机能老化呢？当我们40岁后，我们人体最宝贵的胶原蛋白及美容激素生产率已经退化38%。您知道为什么小孩子的脸非常平滑吗？因为他们的肌肤细胞在25天就更新了。不过，当我们40岁时，脸上黑斑在40天后还不能退走，暴晒后的肌肤很难变回白皙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您40岁时，细胞代谢已经缓慢了78%。这就是身体机能老化的结果。如果您想全方位的抑制肌肤老化，就必须进行3合1全方位护理，那就是内在调理、基因呵护以及肌肤代谢的全方位护理疗程。我们都知道胶原蛋白的神奇功效，就是能让肌肤变得 QQ 的。但是市场上大多数的胶原蛋白配方只是补充您体内的胶原蛋白，并不能抑制体内胶原蛋白的流失。试想象一个破洞的水桶，只要您一倒水，水就会往外流。所以市场上大多数的胶原蛋白配方，无论您喝多少瓶都没有效果，因为当您一再补充，它还是一再的流失。今天为您介绍的 L Marina Blanc 是市场内唯一能补充也可以抑制流失的法国及意大利胶原蛋白配方，因此其成分荣获了国际创新奖及最具抗氧化创新奖。 L Marina Blanc 有什么特点呢？重点在于此产品采用的3大崭新科技。第一个科技是 Viqua 红石榴精华，每一颗红石榴精华都被一层高效保护膜裹住，通过了 ADS 导航系统，可直接朝向肌肤细胞的发电厂线粒体前进，以激活细胞，抑制破坏胶原及弹性蛋白的酶，降低细胞氧化，加速生产新胶原及弹性蛋白。搞定了补洞的动作，是时候补充流失的胶原及弹性蛋白了。我们是不是常听说要多吃鱼鳔或软骨来补充胶原蛋白？其实效果不见得有效，因为其分子很大，身体未必吸收得到。而 L Marina Blanc 的水解化 Collective 分子超小，一吃就能马上被您的肌肤吸收，让您的肌肤从干燥变成水嫩嫩，细纹也会不见。解决了胶原蛋白的问题后，现在就要解决美白的问题了。 L Marina Blanc 的第三个科技就是 ROC 红棋子精华，它让您全身犹如穿着一个隐形的紫外线防护罩，有效减少紫外线 B 所引起的肌肤炎症达35%。做好了内在调理后，我们就要解决第二个肌肤问题，那就是基因老化。今天为您介绍的 Aliso UP2 拥有6个步骤，每一个步骤都拥有修补基因的功效。试想象洗脸的时候可修补基因，擦深层修护柔肤水的时候也在修补基因，擦化妆水及擦日霜时也在修补基因，一个早上就修补基因4次，太厉害了。为什么我们那么有信心强调 Aliso UP2 可以呵护并修补您的肌肤基因呢？那是因为 Aliso UP2 研发于一间拥有80年美容科研经验的日本公司，使用了12年研发 Genistin S 一种专利的山樱花精粹。常听说3、4月去日本赏樱花是最美的，如果提前1天或迟1天去，都会错过樱花最盛放的黄金时间，因为它只盛放3、5天而已。我们就是在这3、5天里，在山樱花最盛放的时候萃取其精华，并提炼出 Genistin S。 为什么 Genistin S 如此厉害？
其实它拥有植物雌激素，渗入真皮细胞后能启动体内基因生产年轻蛋白。什么是年轻蛋白呢？它是由胶原蛋白、弹性纤维还有透明质酸所组成的。肌肤有了足够的年轻蛋白后，就有效逆转老化的问题。除了山樱花精粹， UP2 也采用了15种天然植物精粹，没有任何动物衍生物或化学成分。您知道吗？老化的肌肤已经很脆弱了，受不了任何的化学刺激，它会使肌肤越变越薄及敏感。不仅如此， UP2 还有16种氨基酸。为什么需要16种呢？因为每种氨基酸拥有不同的功效，即可促进保湿、刺激新胶原生长、强化肌肤及活化肌肤等等，显著地增加真皮细胞的成纤维细胞。解决了内在调理及基因呵护后，另外一个最棘手的肌肤问题就是代谢缓慢问题了。原本25天就可以制造出新细胞，现在得用40天到60天。除了吃、擦、涂、敷，肌肤代谢问题最后一定要用仪器的深入护理。 Aliso Eternal Beauty 护理是一项在韩国荣获发明奖的仪器，不仅可以用在您的脸部、胸部，也可以刺激全身细胞的代谢过程，结合了4种疗程。第一种疗程使用远红外线科技，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。您看，在使用这个仪器前，脸部是没有血色的，使用之后整张脸就如行血，血液循环顺畅后，体内的毒素就会被排除，脸色就变得红润。在参加派对前用10分钟，肯定会容光焕发。第二种疗程使用超音波科技，超音波可帮助我们做脸部运动，所以当您用 EB 按摩您脸部的时候，让细胞跟细胞之间震动，把细胞旁边的脂肪也消除，有助紧实肌肤，圆嘟嘟或下垂的脸就会变成 V 型脸。第三种疗程使用负离子科技。什么是负离子？有没有发觉每次您到山区住2天回来后，胃口变好，整个人看来更年轻呢？那是因为负离子的作用。您知道吗？冷气房里所释放的负离子只有200cc 而已，山区的负离子是4000cc， 约20倍哦。负离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可中和游离基。有听过游离基吗？游离基会使你的脸部长皱纹，若每天勤劳使用 Eternal Beauty 的话，它就好像熨斗，可以熨滑你脸上的皱纹。第四种疗程使用锗科技，锗属于一种准金属元素，可中和失衡的细胞离子，预防肌肤早衰老化，并加强营养素的吸收。只需一个仪器就可以使肌肤红润，熨平皱纹，拥有紧致 V 型脸，并预防早衰老化，超值。大多数专业的远红外线、负离子和超音波疗程，每一次都需要至少700令吉，一年的护理就需要大约8400令吉了。Aliso Tripleset 配套，提供您至少5年以上的远红外线、负离子及超音波的护肤疗程。这配套也搭配了荣获多项国际奖项的胶原蛋白及抗老化护肤品配方。如果您现有的护肤疗程无法达到最佳的护肤功效，请不要迟疑，趁您的胶原蛋白、弹性纤维及透明质酸耗尽之前即刻行动。您看，这些产品在大马已有大约50位名人在使用并分享他们的心得，每个评语都很好。